伊是诗篇第九十篇，诗篇第九十篇，南回圣经六百四十八，啊，脱色的圣经是第七百四十八。诗篇第九十篇，上帝甲人的关系。第一节，主啊，世世代代，你是我的避难所。群山无有避遮，大地甲世界也无成形。对恒古到永远，你是上帝。你叫人返本归原，你予因回归土本。在你的眼中，千年那亲像是一日。就那像过去的昨昏，那亲像是暝时的一更，你亲像洪水一般，甲阮冲走。阮的生命短短，亲像迷茫。阮亲像早起时发芽生长的草，早时生长无声，暝时冷气孤单。第七节，阮予你的愤怒消灭。阮因为你的热闹惊吓，你甲阮的罪孽摆伫你的面前，甲阮隐藏着的罪过显露出来。阮的岁月伫你的震动下骹缩短了，阮的性命亲像一声的叹气，无去啊！阮的一生的年纪不过是七十，较勇壮的。可能到八十，但是所得到的只是劳苦烦恼。生命一望尼久就无去，阮拢要真侪是过去。啥物人知影你的受气的威力？啥物人知影你的大受气的可畏？求你教阮孝顺阮短短的日子，通予阮增加阮的智慧。十三节，上主啊！你的震怒到一时要终止，求你怜悯你的仆人。每一日透早，求你予阮饱足享受你不变的疼，予阮的一生充满欢喜快乐。你予阮遭受着偌侪年日的苦难，也求你予阮享受着偌侪年日的喜乐。求你予你的仆人。看见你大能力的作为，予阮的子孙看到你荣耀的威力。主，阮的上帝，求你赐福予阮，求你予阮一切的工作顺利，求你予阮所做一切成功。第二位的圣经经节是记载在新约雅各书第四章。十三节到十七节，咱拿回圣经是266页，图示回的圣经是357。新约雅各书第四章十三到十七，唔通自夸。十三节，有人讲，今仔日也是明仔载，阮要去某某城去，而且阮要待一年，做生意，赚大钱。但是恁听我讲，恁连明仔载，敢还会当活嘞，拢还唔知影。恁不过是真亲像一场的暴雨，出现了一时啊，就无去啊。恁应当安尼讲，若是主愿意，阮就会当活着，做一个，做一个。但是恁竟然遐尼骄傲、自夸，安尼的骄傲是毋对的。所以，迄个知影应当做好事，若无去做的，就是犯罪。这是上帝的话。
今仔日见到孝顺咱的日子，得到智慧。大家咱真侪人，唔知影安尼即个故事，照咱的即个传说的内面，安尼就是讲有一款兽叫做牛，叫做牛，新年的牛，还是讲叫做水，啊，即只兽就是讲到底每年。迄个上煞尾日，伊暗暝就会出来，啊会食人安尼，啊所以安尼去暗，侪侪人拢会去哦，即个人去拄着一只兽，啊就去哦食伊安尼。所以过年日啊，新年啊，大家也过外面的时阵，所以大家拄着的时阵，才讲新年恭喜呀，啊这就是。是来历一个故事啦，啊，所以咱能够一个新年啊，迄个后，咱拢来听见到处拢咧放炮，哦，来原因就是讲这只是足惊鬼，哦，惊人惊鬼，啊，所以放炮排火，迄个鬼来就来甲赶，啊，所以咱能在这就是咱拄着新年的时候，咱能够恭喜个。那比这个今年最后的这礼拜，啊，咱拄啊文学评论所看的这个诗篇第九十篇，这个诗篇九十篇有两个啊，还分两个中心，有两个中心。啊，这两个中心，一个就是回顾，啊，想着过去的日子回顾。啊，一个中心就是展望向头前的一款的愿望。啊，所以咱现在这首的诗篇，下伫咱今仔日啊，这个所在，咱伫完善2013年的过去，啊来要迎接啊2014年的开始。啊，所以这首诗就适合伫咱今仔日。这个所在啊，三格来啊来思考来思考。啊，这首诗安尼叫讲讲，就是摩西引带这个以色列百姓啊出埃及，啊在旷野38年后，等伊徛伫这个西奈山的这个山顶，看见迄边缘旷野沙漠。啊！伊及是这是上帝所应允要予因的土地啊，看了伫遐，通讲生起安尼一款的感触，一款的感触。啊，所以安尼伊就来写你的这款的诗篇啊，诗篇啊，咱通在这款的见证生前的这个诗篇，咱来听下来。迄个哀歌的所在，总是伊最后伫遐凝固祈祷，啊，伫遐来结束伊的这个诗篇。但我也可能参考上，拄啊讲这个诗篇的两个主题，头一个就是回顾，对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伫遐来回顾，某些想起过去的人生，过去的日
感觉讲人的一生，人的人生，亲像出国做人客。大家咱真侪人最近拢是咧时间去古去坐船啊，啊，亲像安尼，咱去坐船啊，头啊顶期待，唔蛮讲迄个日子，互咱通坐船。出名的这个都市的所在，啊，所以这个船能够一个所在，啊，就我迄个都市，我迄个港口，啊，人就爬起啊，去遐看看咧，啊，大家倒转来，大家行一个所在，过一个所在，总是游玩，到一个日期到的时阵，啊，伫遐大家就四散，啊，倒转去家己的所在，所以咱两代就体验到这个。的这个出发，所以而且这个摩西伊对伊的人生的这个感叹，也是互咱来通学习的所在。摩西伫这所在，伊对人生过去的日子的感叹是啥物？是感觉过去的日子真短，还阁是暂时的，亲像过了一暝，亲像过了一暝，所以真紧，敢若讲。空气爱较快起起来，安尼啊，就是伊个人的一生，安尼不敢亲像一个过一个暗暝同款啊。伊讲讲迄个地是安尼来着，伊讲亲像过一间，亲像过一间。咱现在伊出来人，暗时要有三间，暗时要有三间。对日落六点，伊讲日落开始。暗时啊，十点的时阵，安尼第一间、一间，佮对十点起到迄、那个到迄个两点的所在，安尼是第二间。对，那时啊，两点起到迄个日出的六点，伊刚才用过迄个六点的时阵，日出日落到迄个六点灯日的这日出的六点的时阵，第三间。所以咱来看，一家差不多四点钟啦。对摩西来看，伊活120多年，120年，来看这款的人生，佮这亲像过差不多四点钟，会遐尼啊短，遐尼啊紧。那呢，伊佫讲，佮亲像困一次，人生亲像困一次。啊，那困一次，有完就表示伊的人生。非常的短，非常真短。咱现在再去睏啊，听，较过两面安尼醒起来，咱现在安尼就是过一世人去。人生亲像睏一次，那你个个个人生亲像草，亲像一天的草，早起时发生红生，下午时就枯干。所以人生就是亲像咧活一天的草同款，摩西一只非常的艰难，那你搁讲人生真短啦，亲像土一个开头尔。咱现在摩西一只伊不止对人生有一个真大的挫折，因为伊感觉到伊要来回想，甲伊共出我最爱的出。几啊十万游园的这个八以色列人，游园有几十万，甲伊同款真勇壮、壮年还是少年，该出来去。啊，经过38年，伊咧回顾迄个人，刚才伫山顶看落去，伊咧讲伊讲，遐个人拢死，埋葬伫迄个旷野上。所剩的伊迄代人，剩无几个人，现在剩无几个人，所以未免伊感觉真孤寂、真孤单，啊，伊也感觉人生实在变化无常，啊，实在真紧。因为咱用今仔日予咱来想起咱2023年，以及2023年一年。我的人福气，亲像咱今仔日下趟时，要来经过2000。
敢若一个时间的交界内面，伊非常必须真大的一个感触的所在。特别咱嘛是有一个感触的所在。有时咱在听见咱的朋友，也是咱的同好，安尼邀故本来安尼邀勇敢的，总是一无拍算的中间，因已经是世界，你是无够的所在。我安尼一两日，去接到安尼台中安尼外交会，安一个旅游路，去做我伫遐算，去年伫遐也搁真勇敢，真勇敢，然后甲我讲教会代志，伊安尼不止安尼哦，真兴奋，伊本身安尼人讲人讲，就愈勇气。做个里长嘛，在中区啊，因迄里个里长嘛，啊，所以你就讲爱引导办代志个啦，啊，眼界唔错个啦，啊，你就能去得接到消息，讲伊个即两日前，但是伊先讲，啊，所以咱个认识代志安尼真快感触，安尼真短个一个时间变化。一个就是摩西，伊在回顾的时阵，伊感觉人生就是安尼的过，人生的，所以咱就要好好安尼来珍惜上帝所给咱的一切，上帝所给咱的机会，咱就要保守住。咱有这机会，啊，为着主做一工，咱有这个机会，咱也能在这个社会。的确，就保守着个所有人一个人生个时间。第二，咱从咱个当看出，即个伊个个人生底。第二，伊感觉人生是一个康熙个人生。回想伊个过去，伊摩西伫埃及做王储，伊做王储个时阵，人在伫遐安尼发到个计划。要予摩西来接伊法老的位，所以咱从知影伊哪里去摩西，叫讲讲就是非常的缘投俊丽，啊，佫非常真聪明的人。所以伫当时佮伊同一个时代的这些少年人，男女大家对伊也是不只真羡慕，同时之间。对伊家己迄个民族个个血气来压起来，看见伊个民族以色列人甲埃及人咧相拍，伊为着伊以色列人拍死一埃及人，这个消息传开去个时阵，伊知影性命危险，所以伊就到伫旷野个所在，拢是真幸运啊！伫旷野。拄到叶片就好，一大查某囝，查某囡仔真水温柔，所以伊就甲伊来结做夫妇。伊得想安尼，一世人要伫这个所在来过着伊安尼真安全家庭好美好的生活。这是无法像伫迄款呢，安尼掠做讲伊能享受着家庭。因平和的安心的这款的生活的时阵，上帝交代伊个使命，来呼召伊，过一摆入去埃及，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所以伊就冒性命危险，过倒登埃及。上帝予伊有关联，所以伊啊行十多个关联，来互法老也好，所以做以色列百姓。出埃及，所以伊就伫遐安尼，行做一个真伟大的一个英雄，来伫遐带达十万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，这勇壮的行路的百姓来出埃及。咱若来受了尊重，来做大的先知。一个真大的成就，等于
家伫迄个西奈山，看伫上帝所应允的地，都是上帝捌来过。你看是，都是袂当互你入去家，你不准入家地。所以咱现在无在伫遐看，看的情景袂免的，感觉咱到底人生有成就啥物？有成就啥物？通讲真感谢这个上帝所予伊的，上帝甲伊讲，被你着按留伫这个山顶，后来被死伫这个山顶。所以咱会通看个摩西对伊的人生也感觉有一款的感激。所以亲像这个人国的一个梦，这亲像做梦共款，亲像做梦。所以你啊，现在亲像安尼，原来讲伊空手来世间，拢是伊空手来世间，无带着啥物。做一人在摩西，伊有成就，伊有劳，真要紧。伊这世间，就是讲因为伊有照上帝意思来做，来完成上帝所托伊、交托伊所做。一个宿命，伊个宿命，所以咱通知影，伊伫遐，伊通讲，至少伫历史上，伊留在来引传，在伊些百姓来出埃及。人为伫咱个短短人生内，你到底留啥物伫世间？一个人伫世间，起码伊留啥物伫世间？你留好。人笑脸，还是老板，不然笑脸。所以你们这时代，既然是这个年间交接的时候，是咱宽限最好的。你老什么？你世界。有人刚才要讲，我老的呢，几啊栋厝呢，几啊千万呢，老了我会惊死。但是讲不要紧，你到底老什么？
过这字，应该是咧讲就是怜悯，讲就是怜悯。所以，予咱能知影，安尼，咱的日子就是要紧，咱若真正顺服上帝，啊，真正照上帝意思来行，咱必得着上帝怜悯，啊，得着上帝疼啊。啊，这就是摩西啊，伊伫个人生内面，伊所深深来体验着，为什么人生会充满忧愁，啊，充满苦难。就是因为对主来，所以予咱的日子常常安尼亲近上帝，伫上帝受气的面前。但第二个问题，咱参加上第二个主题，摩西所讲就是伊的典故，对十二章到十七章，摩西无因为讲人的日子真短，佫真少。人生是一个坎坷，啊，搁求得要求，咱人在对安尼来自暴自弃。摩西无安尼做，摩西反转伫迄个时阵来求上帝，搁就是享受伊下通算下伊个日子，会晓有智慧来知影家己，会算家己个日子，因为人拢会晓算别人个日子。要算家己的日子，咱同来今仔日个古法帮助咱，予咱个同知影，讲对者啊来拍迄个啊对，来拍迄个叫做什么啊太空人来到地下，来到地迄个地球啊，当时个到地球轨道会当倒转来，啊呢，咪当只个到火星，还轨偌久个时间，还偌久个。咱人生难了事，啊，这真正看一本啊，一日子，总是人无法度算家己日子，拢家己也不活的，迄个讲活也不真长，诶，这个日子。我不听你有一个故事，一个算命先，啊，这个算命先就是专门咧讲算人的劫数，啊，算人的日子啊。啊，有时有一个中年人，啊来找，啊伊伫啊甲迄个中年人说，哎，哇，你今年五月五日是你最大的劫数，啊你大概无法度通脱离这个劫数，啊所以你准备，啊你离开，啊世间啊，因为你的劫数已经到，啊这个人真有趣，总是也无啥要相信。啊，就转去安尼，就转去。啊，本来即个看命是咧期待讲伊要甲改运，啊，要甲改迄个劫数。啊，总是啊，即、這个即个听了，啊，伊心情也搁真生气，就转去。啊，经过迄个日子，讲哎，迄、那个劫数伊搁无离开世间，也搁活着。啊，伊则咧伫遐咧想讲，咱即个算命咧乌白讲，吼，啊，所以就要去找伊个算命。哎，佫倒转去啊！啊，佫找迄个迄个算命，迄个算命已经无伫遐啦，换别人伫遐咧算命。啊，所以我就讲，啊，迄个算命去倒位？哎，讲迄几日前就过身去啊，几日前就过身去啊。所以这个人咧想，伊敢若会晓算别人的日子，啊，家己的日子伊就无法度来算。当时家己要拄到。去派接受，啊！当时家己要拄到这个日子，伊家己煞无法度。虽然人常常啊，会晓算别人的日子，啊，袂晓算家己的日子。但摩西伫这个所在，求上帝讲帮助伊，予伊会晓算家己的日子，予伊领悟这个生命的短，啊，甲珍惜，啊，伫遐来得到这款的智慧。伊知影这个日子，家己的日子的有限，佮知影这个人生的短暂，啊，伫遐人就会通爱惜这个光阴，互生命搁较有意义。祈求上帝第三个秘诀，有上帝怜悯，佮上帝的慈爱，人才有真正喜乐，佮一个福气。
所以研究智慧，可以晓得这个人王的人生的有限。对安尼，安怎伫遐来挖苦上帝？伫遐伊，因为在人生的有限，啊，所以伫遐伊就会通计划啊，好怎样来挖伊？所以咱说他有完结这个这个故事。也好，上帝若肯，我就别安尼做。啊，这是一出名的一句话，我以前也捌安尼甲人讲，上帝若肯，我就别安尼做。啊，所以迄一句话，真做伫迄个时代，教会大家互相写批时阵的请安，最后一句话，上帝若肯。咱还知影，不如哎，嘛是安尼。上帝若肯，我就当时要去你遐，当时要去你遐。所以一个予咱会当看，咱当伫上帝的肯的安排下面，啊，伫遐咱还知影，咱来过着迄个真实有意义的这款的人生。为甚物咱就安尼？因咱同在同在得真正，知影家己的有限，对安尼来挖苦上帝，来建立咱的计划，因为咱的将来是伫上帝的手中。所以咱有一句话讲：无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所以不如来讲讲上帝若帮助咱，甚物人会通抵得咱？人生无确，无这个确定性，反正予咱会通过到爱去挖苦上帝，来顺从啊伊的道理来生活。所以我直接特别来讲，咱每年最后的这个主日，咱就应该回想着过去的日子，啊，咱应该爱亲像摩西。希望感叹人生的短暂，欢喜啊，甲愁苦，但是咱就爱感谢上帝，因为咱安尼无失败，咱无丧志，咱搁较要坚守伫咱的信仰，咱搁较要顺服伫上帝的旨意，咱要求伊啊来修出咱智慧啊，予咱会通知影家己的日子。无因为世事的变化无常，啊，来失去人生的方向，啊，甲信仰的这个困难，咱来祈祷啊，永远的永恒的这个上帝来保守咱，啊，平安过年，那呢，我来咱新的一年，啊，咱也唔忘上帝守咱的生活、的工作、的学业，啊，甲的信仰。咱做下大个进步，咱三个来去做。现在就阮感谢你，伫今年最后的一个礼拜日，阮感谢你，予阮大家有这个机会，通伫这个所在，阮想起阮过去的一年，是毋是空空过去，还是阮有留什么伫这个世界？就就来帮助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阮还有一个机会，按一切所在，为安全过海的同属好，你的旨意。主啊，阮你的灵，甲阮上加一点，引带阮朝前的路来。特别要来一年，求主你引带阮，予阮的同过较属好，是主你的旨意，啊，过较属。主，你爱阮做诶代志，啊，阮会通真心，通真侪你所诶行事。主啊，这是阮伫你面前，阮迫切